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崔以田崔先生是住在这儿吗？哦，他在那边，在那边。啊。哎，您是那位归国华侨谭女士吧？您认识我？哦呀，我和崔以田我们是老朋友，他有事没事总是会提到你的。你看你这个气质，我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。啊，哎呦，你和大乐的那个女朋友长得好像的嘞，好像母女的嘞。女朋友？哎，是叫白燕吗？哦，她倒是和我们讲了，她叫什么名字，记不太清楚了。但是老芋头叫她白大博士。那就是我女儿，她叫白燕。真的是你的女儿啊？哦呦，有这样巧的事情啊！哦，太巧太巧了！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还不知道您贵姓。哦，必姓赵，赵精神，叫我老赵好了。赵先生。哎，老崔头，你朋友来看你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谭女士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要装了。难怪你咋早就跑过来约好的。崔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没给您打招呼就来了，您可别见怪啊。哎呀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见怪呢？我告给你听啊，一提到你，他那个脸就像一个开花的大馒头，不晓得心里怎样高兴呢。哎呀，你个鬼精神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他是俺朋友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对不起啊，别提那瞎叨叨。您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我找您，我是想问一下，有个叫……哦，哦，我晓得了。我在这里，你们不好讲话的，知道就好，别瞎插嘴啊。谭女士，别理他，咱们里边说话。哎呀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不就商量一个结婚的事情吗？都这把年纪了，有什么可扭扭捏捏的？结婚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赵金山，哎，你不是你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说商量订婚的事情，还要到国外去举行婚礼啊？对不起，谭女士啊，他听差了。他说的那个也不是俺，是不是你？哎，不是你儿子。赵金山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哎，他怎么走了？哎，他不是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？鬼精神，你就是个鬼！哎，你讲的呀，他怎样怎样夸你？你们要讨论那个结婚事情啊？你这。怎么回事情啊？我误会了。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对不起，妈，我不是特地来看你的，是有关电信诈骗案的事儿，对几位受害者进行回访，看他们精神状态好不好。没想到这几位差不多都住在你们这儿了。哦，让你失望了吗？哎呦，看你说的这是啥话呀？妈怎么会失望呢？妈高兴都来不及。走，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幸福院，看看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有多好。走，来。小张，来，那边从那边上啊。小张，刚才我带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是要，才艺区，我们就是在那儿写毛笔字啊，画画啊。这是健身区，你看这这么多健身器材，我每天都在这儿练。雷锋说得好啊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不过咱这膀子，再怎么缝，最多。
也就是仨礼拜。那是打乒乓球的。哎，你接着缝啊。哎呀，我说老嫂子，对不起，我能不能跟您儿子说个事儿？哎呀，怎么说开对不起了？他本来就是要找你们的。哦，去吧，你们聊。哎，刘队长，咱借一杯。这不错吧？啊，看我儿子长得咋样？帅吧？刘队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。于叔，你什么事儿？把你急成这样？哎呀，你看啊，你看，这姑娘，她是我失散多年的恋人，我求你帮我把她找到。于叔，我这能问一下，您这照片什么时候找的？昨天的。怎么了？真是昨天？于叔，你冷静一下。我知道你因为诈骗的事儿心里着急上火，这也不能因此失去理智，对不对？这昨天照的，您给我说多年前失散，这哦，哎呀，误会误会，我是说呀，这个姑娘太像我失散多年的恋人了。像？有多像？就这么说吧，她简直就是，哎呀，你一定得帮帮这个忙。于叔，您别着急。这样，来，扫一下手机。哎，先把照片传给我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扫我哈。啊，好嘞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打电话说商量订婚的事情，还要到国外去举行婚礼啊！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丢死人了！哎，来来来，喂，看哪一个来了？呀，外婆，看我的小外。哎呦，老婆想你了。这是什么风啊，赶着今天来探亲啊。外婆，你带我出去玩吧。好啊，走，现在就去。哎妈，那个我有话跟你和爸说。孙胖，你先带孩子出去玩吧。走，跟爸出去玩去。哦，你别往远走啊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爸，乐子哥把钱还给咱们了。小雅，你脑子有问题吧？你怎么能收你哥的钱啊？是啊，为了还钱哦，大乐把房子都给卖了，你这样轻易就把他的钱收下了？啊？乐子哥把家房子给卖了，那他们住哪儿啊？你问这话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收他钱，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啊？我哪知道这情况啊？他说自己从小就是您给带大的，您进幸福院，这钱算是儿子给妈的养老钱。况且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都知道我的卡号，打进来之后才跟我说的呀。我不管，这些我都不管啊。反正你想办法把这钱给大乐还回去。还回去啊？嗯。妈，乐子哥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能狠心把房子给卖了，我这再把钱给送回去，您觉得他可能要吗？绝对不可能。好嘞好嘞，这个钱啊就存到幸福院好了，以后每年交钱。就用它啊，我还省事了。你好，刘队长。大乐，你好。刘思敏，没耽误您工作吧？没有，您说。啊，是这样，我正在幸福院做有关电信诈骗案的回访，看望一下几个受害者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你父亲的状态不是很好。啊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总体来说，你们家老爷子没什么大问题。
我觉得吧，他精神上好像有些恍惚，说话呢也是语无伦次，而且他想让我帮他找一个已经失散多年的恋人，这事你知道吧？失散多年的恋人，我不知道啊。哦，也许是你父亲不愿意跟你多说这事吧。啊，那行，我打电话来主要是告诉你他的状态。你要有时间的话，多来看看他比较好。我昨天刚去看过他，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啊。难道是我同事？你同事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那谢谢你啊。啊，没关系，啊，应该的。你忙，再见啊。再见。伯父您好，很高兴见到您。这辈子心里只装着一个人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呀，在单位吃的。别告诉我你还没吃呢。呀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，怎么了？有心事吗？没有。你骗不了我的。快告诉我吧，谁让我们家小公主不高兴了？没有。就是崔先生他父亲，我觉得。死党他爸。他干什么了？其实这件事情也怪我，崔先生几次陪我办事情，都会带着他的父亲，啊，还不厌其烦地跟我说他父亲有多么多么好。其实我能够多少感觉到，他想让他父亲和我组成一个家庭，我只是没有戳穿儿媳。今天去幸福院被他的朋友给说出来了，我们都很尴尬。这个死党还真能乱来啊，回头我替你教训他。燕子，不用，崔先生他们父子都很善良，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去指责他们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让于大乐替我去教训他，可以了吧？哎，不是，你不是不希望幸福院的人知道你的身份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家小公主有秘密啊。哎，对了，燕子，那套房子我把它买下来了，过两天就可以搬过去住了。哦，我去给你切点水果。哎呀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。这些天啊，有好多好心人过来看琪琪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。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能见到那个捐赠者，我就想当面谢谢他，我得好好的报道报道他。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乐的妈妈。啊，小乐妈妈好。您好。呀，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呀？是是是，咱们是见过。之前我来看过琪琪，看过琪。哦，就是那天我在那儿。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！你看，这脑子不好使完他了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。孩子怎么样啊？什么时候能够完全康复啊？啊，医生说啊，这次的手术非常的成功，加上我们家琪琪体质又好，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康复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只要孩子健康，没有比这个更让我们高兴的了。嗯，还有不好意思啊，我儿子打伤琪琪这事儿，都怪我不好，我没教育好，我给您道个歉。哎，你千万别这样。
那要不是小乐的话，我家琪琪这病啊也不会发现的这么及时，对吧？再说了，小孩子嘛，打打闹闹的很正常的。行，那我不打搅您了，有空我还会来看他的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走了啊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也先回去了。您赶快回去照顾孩子吧，啊！哎，好的，好的。再见啊！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郭小样，有时间吗？想跟你谈谈。什么事儿说吧。这里不太方便，还是换个环境吧。大乐，自从我们离婚，你还是。不好。我以后会经常去看小乐的，这你不反对吧？当然不会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准备什么时间上法院？你很着急吗？那再说吧。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寻求投资合作的消息，我想和他们面谈，等办完这件大事之后再说其他事儿吧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说那房子有你一半财产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把它卖了，一共卖了350万，这里面有175万，加上我动用的你给小乐的抚养费，全在里面了。账我已经结过了，如果要上法院，请提前通知我。你是在羞辱我吗？你误会了，我今天约你来，就是为了把你我的账结清楚。我不奢求。不奢求你对我的原谅，我只是想帮着孩子和家里做点事儿，这有错？你没有错，是我无法接受，对不起。
拜师就拜师嘛，干嘛还要非要送花啊？这种花啊，咱幸福院多的是。那不一样啊，院子里那些花是给大伙儿的，这俺是给老师的。你说您教俺舞蹈，俺总得表示表示吧？你要是送个点心匣子啥的吧，俺觉着有点太俗气了。俺想啊，你更愿意接受这个。接受，礼轻情意重嘛。不过老崔头，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，你可真不是个跳舞的料啊。没关系，反正俺也不是冲着学舞蹈来的。啊，不是？那你是冲着什么来的？哦，不是，我俺的意思说就是，这个学成学不成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它能促进俺们感情的交流，不是？哎呀，你这种心态真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哎呀，万事不较真儿啊，可随和呢。是吗？俺也喜欢你这样的，啥事儿不走心，跟你说话呢不累脑子。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？行，夸我呢。来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老郑啊，哎，就你今天穿的，哎，低头不见抬头见呢，你穿的人不人溜的，有点太正式做作。那能一样吗？今天你是我们俩的媒人，我当然得正式一些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呢就是负责把你们俩这事挑破了，剩下的事你就自己办了啊，我不能包办代替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嘘。哎呀，算了，不靠谱。谈正经事儿呢？什么叫算了呀？不靠谱，怕什么的呀？咱们是正经事儿。小点声，崔丽田在里边呢。啊！哎呀，老干部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我觉得他俩在一起比跟你在一起合适了。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么快就动摇了啊？哼，我呀。要跟他公平竞争，那你竞争去吧，我觉得难度比较大。不，我得知难而退。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，真的。哎，不，我这事真不能管了，我管不了。你说，咱不，娟儿，这事我管不了。娟儿，别走啊你！出趟门还感冒了啊？怎么样，把爸送过去了，都还好吧？你别提了，我觉得你爸是魔障了。这我送他这一路上吧，他一句话都没有。哎，快到了吧，慢慢有笑脸了。一进幸福院大门，那跟大家是有说有笑啊。可每回我再去接他，一出门又没精神了。这到家就更别提了，吃不好睡不好。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嘿，怎么能用这样的形容词形容咱爸呢？啊，什么茄子呀？我形容的特准确，真的，你是没发现，他在家里面干什么都没精神，连鸟都忘喂了。哎，就这么着，真的。慢慢适应就好了。我就不相信这幸福院就这么邪性，游乐场啊，一去他就高兴，人多是非就多。老东西，不错不错，挺好的，啊。
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呦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哈哈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乐队啊，将来啊，得跟得上人舞蹈队，是吧？啊，你们俩先聊着。小韩，哟，老干部，你也来了啊？怎么有事儿啊？哎，没事儿，不不，也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看啊，是这样，咱们这幸福院啊，又有石头房，又有木头房，还有楼房，大家伙儿这个分着住吧，你看，不大方便的。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哎，你看啊，这样，比如说我住石头房啊，我要想找你，就很不方便呢。哎呦，老干部，你还是有事儿要找我吗？没关系，你尽管说，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。哦，真的？那就太好了。小韩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看，再过一两个月，就是新年了。新年嘛，就图个喜庆，是吧？我就想和你，老干部，你就是想和我一起把咱幸福院的新年弄得热热闹闹、红红火火。你真是跟我想到一起去了。哎呀，啊，我刚才还在想，你看你这个白头发、白胡子，你可以扮演圣诞老人。不过咱们中国是不过羊年的，可以扮演寿星老、土地爷、门神。不不，等等。门神是黑胡子啊！管他什么胡子呢，都这意思。不不，还有就是那个寿星老和土地爷啊，岁数都太大了。咱们说年轻的啊，比如哦，牛郎织女。牛郎织女，他们都已经死了好几千年了，还年轻啊！我这就把我的意思告诉给院长啊，回头见。哎，小韩，你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心直口快，多好的性格，怎么还没让我表达出来？跳得好！哎呀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！我跟你们说，这样不行的，大家得要听，大家得要听指挥，统一编排，只有统一，大家得要听指挥，统一编排。你看你这跳的是什么呀？只有统一编排才能。哎呀！不管了，真受不了！你看，你看，快走！哎，我说赵精神啊，我让你负责舞蹈队，你这弄的什么呀？这是怎么了？这不蛮热闹的呀？光剩热闹了，赛场似的，群魔乱舞。老干部说的对呀。我们必须得搞出一套属于自己的，既能强身健体，还能增加情趣，又简而易学的舞蹈来。然也，阳春白雪，曲高和寡。我们只有请韩芬这样的能人，才能够改变现在的这个局面，而且呢，还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。这样吧，我去请他。哎，这个事我去干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哎，老乐要我负责舞蹈队的，我这是。看来这个工作啊，还得我去做。拉倒吧，我跟韩文熟，我去请他。啊，哎，于老，我有两句心里话想跟你说，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啊？不是，你别喊我于老，你叫我名字，叫老于都行。这于老我担待不起，我听着怪怪的。哎，我这不是出于对你的尊重吗？你是领导内定的正主任，是吧？我对别人就不这么称呼。哎呀，我这个主任当的有点惭愧。你这样，咱别正负之分，有什么事儿，哎，咱们商量解决。这是您说的，
不分正负。是是是，商量解决啊。可是您有点表里不一哦。据可靠情报，你任命马维德为幸福院的棋牌队队长，是；任命李长江为乒乓球队队长，任命赵精神为舞蹈队队长。这些事情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事儿全怪我。哎，哎，这完全是我的疏忽。我们这老哥几个这么多年了，他们都习惯了我给他们安排事儿，是吧？这样啊，以后再有什么事儿，我第一时间跟你沟通。知错就改，就是好同志嘛。我不会介意的啊。据可靠情报，这怎么还弄成特务机构了呢？没错，他们就是想请你出山做幸福院舞蹈队的总顾问。干嘛请我当总顾问？你这还用说吗？你年轻的时候是省歌舞团的台柱子啊，因为你专业嘛。我是年轻的时候我跳舞跳得很好的。再说了，我最近几年一直也带学生啊，可是我教的人都是有基础的人，像这些笨手笨脚的人，你让我教他们，真是蜀道难，难于登青天。这不简单吗？你先教俺们这些，啊，这些骨干，然后俺们再教他那些个手比脚笨的人，不就完了吗？我教你，俺愿意做你第一个学生。你看俺干啥？哦，嫌腿瘸呀？行了，你这个总顾问啊，马上就走马上任吧。马上？啊？不，现在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得容我想想。哎呀，多少事从来急，天地转光阴迫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这是毛主席的诗词啊。啊？你也会背？哎呀，我会背好多呢。哎呀，我也喜欢他老人家的诗词，啊，而且像这首诗，很少有人能记得了。我真是找到有共同语言的人了。崔大哥，我这么叫你，你不介意吧？那是相当的不介意了。哎，很少有人这么称呼啊，太亲切了。哎呀，我也是被你的真诚所感动了。哎，这样吧，要不咱们来个国际接轨怎么样？国际接轨？对呀。啥意思啊？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外国电影，就是那些青年的男男女女，经常会聚到一起，用跳舞的方式来一决高下。没看过。你的意思是？斗舞。如果我在跳舞当中赢了所有的人，我不但要当舞蹈队的总顾问，我还要名正言顺的去当管委会主任。你说什么？韩森要跟大家斗舞？是啊，人家要是比赢了就不当什么顾问了，直接的他就把你这个主任给取代了。这个韩森不靠谱呗。啊，老不以筋骨为能，斗什么舞呀？我老胳膊老腿骨折了怎么办呀？人家这也是跟国际接轨嘛，有啥不好的？你怎么向着他呀？你和那个华侨崔兰，哎，要和韩森套近乎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跟华侨不好，那也是你搅黄的。哎呀，我觉着吧，韩森说的有道理，斗舞又不是坏事，只要是为大家好，我这个主任当不当无所谓。再说了，我还真想欣赏欣赏他的舞姿。哎，你也要掺和掺和呀？哎，你跳什么舞呀？西班牙舞？哟，斗牛呀？哎，你说对了，咱就跳斗牛舞。Thank you.
赛，好。怎么个好法？哎呀，孙子兵法云，以己之长克敌之短。跳舞对你来讲那是小菜一碟，可对于于老乐来讲，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哟。蹦跶几下呀，跟韩芬斗舞，你要输掉的。就是啊，老乐，这我得劝你两句啊。俺知道你是想方设法的为这个幸福院让大家伙呢开心高兴，可那也注意身体啊，得劳逸结合吧，你不能把这个老命都搭上去啊。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俺以后跟谁唠嗑去？进了一个门，那就是一家人。韩芬虽然是有点小毛病，这不假，但是谁还没有点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呢？咱不能因为他想当管委会领导就嫌弃他，就抛弃他，咱得把他呀团结在一起。嗯，也是，动就动，谁怕谁啊？想当年我们都是兵团宣传队的骨干，也是干过专业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想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要请专业的评委来肯定你的专业，你去找袁院长提建议，就说为了这次斗舞大赛的公平竞争，评委一定要请专业人士，他会同意你的建议的。好。这次斗舞说白了就是给咱幸福院啊增加一项文化活动，于老乐已经应战了。啊，您是专业的舞蹈演员，于老乐他凭什么敢跟你应战？哎呀，我也是30多年前跳的舞。哎呀，不过各村有各村的高招，人家于老乐年轻的时候也跳过舞啊，他还敢跟我比划比划。行，我给他这次机会。不过我觉得，既然是舞蹈大赛嘛，咱们也得在舞蹈界请两位专业的评委啊。既然要搞活动嘛，就得搞得像模像样，让人心服口服，还能玩得开心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负责给你们请评委。好，还有，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服，马靠鞍。这次跳舞怎么地也得穿上服装吧，这样才能显示出专业舞蹈的魅力啊！放心，这次舞蹈比赛的全部服装都由我们幸福院来解决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来，哎，好。